树哈，这一种表法的结构上是很完整的，看不到的永远是最稳固的，就是我们的根本教育非常重要，所谓的万丈高楼嘛，平地起，上面是一种作用，它的表法，就好像我们人生，我们的心是跟我们的什么所有的形形色色，带人处事和我们的生活的没有一件事情，就像这些。 枝叶花果，我没有一件事情离开我们的心照。我们来看看，其他师兄跟我说，树王在这个地方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表法。可是我们这些学习的人，常常只着重在他的外向，而忘记了回观返照。其实看到他的表法当知，一定要拉回来我们自心，启用，然后要在生活当中把。 所学到的这些正知正见落实上去，我们的人生才真正能够起作用。所以整棵树就代表着整个六度万恨，所以般若为根基，不能失衡。以上的所有的这些枝叶花果，就好像前面的五度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。 只要这五度没有般若，我们的智慧启用的话，常常众生流于慈悲，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，那就违背了所谓的整个虚空法界生命的本来，当知慈悲为怀，方便为门。所以前面的五度加上了般若度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失衡，就不会失准头。那这个根。 的这一个般若度拆开，又代表着所谓的方便愿力智，所谓般若蜜嘛。如果有布施，
哦，没有智慧，他就不到家，所以就不称波罗蜜，哦，那个度就没了。度就是帮助的意思。哦，我们人生有作用，可以帮助人，那个字叫做度。哦，从此岸度到彼岸嘛。哦，如果我们缺少智慧这件事情，我们所有的人间所有的善行、善知、善见都不起作用，所以常常就会有瑕疵。说可以啊，慢啦，看啦，安死是可能的啊。哦，所以树王哦也借着这个机会哦啊告诉你们哦，不要千里迢迢来这边哦啊，很有诚心哦，很有虔诚，可是可惜了哦，没有学到他的真意。真正的义理不是那个斗争那个争议哈，真正的义理，那一切的智慧之学，通通什么没有离开我们的自信嘛，所以才叫什么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可证得啊。若远离妄想执着，则一切智自然智，无是智自然证得。所以整个尽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本来是一个一体。哦，每一个人的自信本来都是一样的，这就好像说，哦，现代科学家的用词，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哦，所生一切宇宙万物，所以那一个根，哦，埋在地底下就是本体，上面的就是一切宇宙万法的作用，啊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，哦，借着，哦，树王的一种表法，哦，表示，哦，能够学习到这一些，哦，智慧之学，好智，哦，回去在各自的生活领域里头。可以去发挥哦，令其哦你们的生命有彰显出来这个正确的价值作用。说肯定要先这样。你们说。好，客气了，你们说。